这个两年半伪零课，哎，错怪你了。来，哎呀，哎，来来了，今天这个伪零课稳稳当当啊，玩了两年半了啊。1623服的小冲啦啦啦，大家有三战的群友也欢迎投稿。哎，这个魏国啊，一哄曹操点查司马懿。哇，我可以下结论了，这个号就是随便玩的啊，啊，无所谓嘛啊，反正没花钱。这个刘备啊，典藏法正，哎，你都没几个武将了，还敢放典藏啊？啊啊，但是也无所谓啊，也随便玩。还有赵云和魏延，吴国啊，二红太史慈啊，群雄就一个三红吕布和张角，嘿，我又被打脸了，兄弟们啊！我问了号主啊，你这个号是不是没怎么玩啊？他说不是，他玩得很认真，只是都抽典藏了。我又问了，哎，你这个典藏很少啊？他又说了啊，他典藏抽典藏了啊，只是想要个典藏满红吕布。我说嘿，反正你没怎么花钱吧，啊，就随便玩呗，哎，也可以。那既然是这样子，看看他战法吧，应该不错的啊。哎，指挥战法啊，有军民，主动战法怎么样啊？很少啊，有了。运筹决算啊，行棋军略，雁逐蜂飞，一骑筋骨，临机制胜。哎，还行吧啊，突击战法呢？啊，肯定有折冲了，速成其力，先成其率啊。被动战法啊，三巨头啊，太平裸翼啊，还行啊，正常水平。兵种白马、虎豹骑、大象。阵型啊，机心阵啊，确实像他说的啊，看宝贝啊，一件啊灵动甲，剩下没有好的了。这一对啊，三红典藏动态三侍女啊，绝对主力。这一对就像我们买了很多书啊，摆在书架上啊，就看着好看的。漂亮啊，刚才确实有点错怪号主了啊，确实很认真的玩了两年半，满满当当求贤满1800。但你不是要吕布吗？你直接抽个吕布得了呀，啊，就这里吧啊。好了，周一到五晚上10点直播，永久免费看号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号主把换球鞋这个光荣的任务啊交给我了啊，我真的第一次帮人家换球鞋，来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可惜我洞察你记仇不了我，我甚至要把你免费半价抽了，哎，嘿嘿，抽完免费半价啊，再换球鞋，啊，漂亮。哎，什么叫贼不丑空啊？啊，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啊！来，呜，哇塞，这个球鞋这个画面啊，大家看的还是比较少的啊。嘿，好了，周一到晚上10点直播，永久免费看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